好，肉到了，肉到了。你要不要先弄菜先，然后其他的交给我。好。今天我会做一锅牛肉汤。这啥？烤骨。哇。还有摆盘。哇，可以呀、啊。可以吗？大概大概。果然有长进。飞水真的很会做哎。大料要吗？给我妈打个电话。哈哈，你现学的。喂，丹娜。谁？就我管我的妈妈叫丹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就是觉得比较亲密。那你叫我一声。好奇怪。那你叫妈得了。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。啊。我要炖牛肉，然后这个炖牛肉里头。我说我要炖牛肉。喂。啊，我听着呢。我说我要炖牛肉，里面要放大料吗？就炖牛肉以后 你得把那牛肉里和那个热水给它炒。我知道我知道，你不用说了，我现在知道放要放大料吗？泡下以后完了。我知道，你不用告诉我整个流程。但我妈一定要从头讲这个顺序。放大料吗？对，必须得放啊。行，其他我知道。好嘞，干脆利落。妈就是热情的一位妈妈。牛肉开始，40分钟 ，OK。是有人敲门吗？有。是我们朋友来了吗？哎。哦，李子哥。哎，哇，你这门要敲半天。请进，请进，这是我室友汪苏荣。你好，雷老师。你好，小龙。你好。哎，老师，你换拖鞋，换拖鞋。行。雷子哥，你不要客气，你随便都当自己家。老师，你穿袜子了吗？穿了。哦，但是。因为有长进贪便宜，然后他就买了都是人字拖，谁在家穿人字拖的呀？爱奇艺，悦享品质。